我稍微录一下你，然后你看你会不会觉得很胖？你什么都还没看。好，可以了。好。阿姨，这是传统的那种那个女生洗头发的椅子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外面也是这样啊。可是这一顶应该有个十几二十年喽。这个我看九十几。就是对啊，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。因为我还没有一百年就买了。哦，那时候我几岁？金门新行程。是来温的吗？对啊。我以为你们是大学，我以为你们是金大。看我们也是大学生的那个年纪而已，长得像大学生。我还以为你们的课程需要录音，我刚才这样想的啊。是哦，那你不觉得这堂课怎么会来洗头发？因为我是以为是你们是金道的课程，还要录音。嗯。哦。但你不觉得来录洗头发很奇怪吗？不会啊，我很大方，你想录就让你录啊，但是不要录我的脸都可以。哎，说不能录他的脸。嗯，你有是阿嬷吗？不会啊。但阿嬷有阿嬷的市场，你知道那个有一个阿公阿嬷他们在开洗衣服店，然后有一些客人洗完衣服之后都没有再去拿，最后他的孙女就把那些衣服做一些剪裁跟修饰，然后让他阿公阿嬷当model， 之后那间店就红了。哦，欸，有没有需要哪里加强的？不要。胖人素席吗？很不错啊。有人从国中都让我剪，然后他结婚了，嫁到台湾去了，回来看我店还开着，他说：“啊，这个老店还在。欸”有没有来？有没有来洗头？给你剪头发？会啊，他还是会回来洗。这个老店还在，传统艺术，这都传统发廊。对，那我现在如果顺把它压下去，没有差，连腮高都没有差。嗯，你是这样子，这边然后这样用过来，这边全部都有那个，就是我们洗头发的时候不是会这样一球，然后自己洗不都随便这样乱抓？它没有，它是很均匀的给你这样子绕。就是你一圈整个头皮这边都有泡那个洗发精，对，你不要洗发精只放在这里，嗯，洗发精你要分就最后只有头这边头皮最后干净的，还有这两边都要。如果你们要互相洗来洗去，不会吧？不会，不会互相洗哦，那个人洗个人的。我们一定是个人洗个人的，我笑死！为什么好笑？我们都好朋友，不是说这样子帮忙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帮忙洗头啊！除非他手断掉，然后我可以帮他一下。怎么没有好听一点？为什么要手断掉才洗？我跟我们的小姐也是，她都会帮我洗啊。哦，是哦，嗯。刚刚回去的那个，我他下班的人，他都会帮我洗，但是他不好意思让我洗，我都每次要帮他洗，他说不用，我洗那么重，他说我手里很重，他不让我洗，他都自己洗，但是我一定让他洗。哦，哎，你等一下可以加码洗我吗？我一样付你钱。哈哈哈哈，我想要体验坐着的，我想要体验坐着的，手里很重，你不怕吗？不怕啊，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指腹的那种按摩。其实我妈妈也是在做传统理发 的，就是跟这个行业一模一样，可是她是做男士的。我刚开始学男的啊。对对对，一开始传统的做了三年多，快四年才去学美发。哦，就觉得做男的好像没有变化，就是这个头。哦，因为我妈喜欢没有变化的事情。她的天蝎座。现在大家有发现我的生命里充满了天蝎座。你应该知道现在有一个频道叫做 YouTube 平台的叫 YouTube， 然后我们就是会录一些
生活或者是跟理财相关的影片。洗完不脱妆，可以，很棒。吹太久会伤发质哦。那伤了，因为第一层风吹日晒都在第一层啊，你长掉了。那为什么在伤害它那么久呢？哎呦，我是要脱眼镜吗？要。大家想说这是谁？对啊，嗨。你不要把我拍太丑。不会好不好？哇哦！阿姨，你怎么称呼？你们叫我珍啊。人家都叫你阿金。哦。我有一个阿姨也叫阿金。真的。嗯。妈，我终于来给别人洗头了。要给你妈看吗？我妈都会看我的频道啊。她说洗你又不会给我钱，洗你太浪费了。她跟你开玩笑的，因为你长大了，小时候她已经帮你洗，开玩笑。我小时候没有印象啊，长大才会有回忆、啊。小的时候都是妈妈料理的。到时候我妈看到这影片，她就说：“哦，又在那边讲我坏话。”没有，我妈是客人太多，没办法帮我洗。是的，一定忙。那你有在剪男生吗？嗯，因为我先会男生，再会女生。但大家都说女生的钱比较好赚，因为女生可以做造型。女生是会做造型，但是男生比较快啊，男生剪完就了。对啊，而且男生其实如果正常爱漂亮或是正常修剪的男生，顶多一个月就要剪一次啊。我妈都说，你不要每隔21天就说你要剪头发好不好？剪免钱的也不是这样，但他还是帮我剪。所以你看，他都帮你剪。那洗当然要靠自己啊，你长大了耶。我妈听到这一定会认同你。长大了应该自己洗。你有帮你妈洗头发吗？好像没有过耶。完蛋，真不要吧。真不笑。冲水吧。好，因为你很干净。好，一个不小心躺太高。来哦，你看她是这样子，所以她会烫痒。会不会痒？不会啊。那你比较用哦。我没有什么感觉。真的哦。嗯，耳朵靠近耳朵的地方会痒。也不会痒。刚才抓你脖子就知道。有人抓脖子就痒。哦、oh, ，我很痒。刚才如果抓他，他一定跳起来；如果像他抓到脖子那边，他一定跳起来。哇，有这么严重？因为我刚才才弄这里而已啊。哦、oh.。刚才没有弄到脖子，通常是脖子才会怕痒。它是太阳穴附近的，太阳穴就不行。我比较怕痒一点。我觉得洗完都可以直接在这边睡了，好舒服哦。表示这个椅子的幅度做的还可以，很符合人体工学。我觉得要符合我的脖子，躺得很舒服呢，就舒服。那你可以帮我吹蓬吗？跟刚刚那个差不多。还是你要跟我弟吹？还是你要帮我吹不同的造型也可以哦。应该差不多吧。花轮。差不多你们那个样子。不怕痒比较幸福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按的地方比较多啊。你现在好像爆炸头，又要起飞了我。好了，可以出门了。抱抱吧，带你玩一下。